我是公关列车长，113年5月30日12:08。谢谢。2:08。欢迎设施哦，有一家丽龙，哎，有一家华信航空后退了。啊，有一家中华航空。还记得我搭的 B7881 班次的丽龙航空 A320。好，我们刚刚看一看，我就要赶快去吃什么。哦，因为有点那很吵，就啊，那我按错了，稍微按错。地图，这个，这个还对。我来跟你们说一下哈，首先12点，飞往台中，1766啊，然后有家是12:10，A1306，飞往高雄，然后还有一家是，哦，有一家奇怪。哇，有一架华信滚行机呗。哦，有这架滚行机呗，成功。有一架华信。哦，有一家哦，哎，这是 A766 B1-16857 啊，一架76行的，我想看看，看往台中 A766班次，12点整。哦，那哦，那我在 ATR A38，哦，那我刚才帮你们过报好了，等我一下。这架是 B738 B1-18665，啊 ATR 是 B1-17011 ATR 76，对，差不多就这样好了，就是，然后一架 B1-16861。然后就是 B1-16857，然后刚刚那架飞出去是那个 A1766，金门飞往台中，新全港的 B1-16857。好了，刚刚就再见了。如果下面跟妈在门坐坐，就我们再去看。刚刚哥再见，然后你来到金门。啊，谢谢刚才讲，拜拜。一起来听秀金门，管制区要赶快走啊，因为通常这边都不能逗留。好，然后就大概跟你们播报到这样喽。谢谢各位观看，也没什么事，就要赶快走。对，然后看一下飞机就好。啊，然后赶快去吃个午餐。12:12，5月30日再见，拜拜。